我就是蛮想坐他旁边的一个工具箱或者是哆啦 A 梦的。哇，好浪漫。你今天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我的心情啊，我的心情很好。你的心情很好，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很好，白姐，早在我预料之中。太慢了，我脑子转的。我看那个短信，我看老半天，我把规则读错了。我一直没有意识到，现在就是约会的时候。我以为是明天。对，我以为是明天，因为回去之后今天这么累，应该不是发邀约的时间，然后就。啊！哎，你这个乌龙也真是。而且我今天早上，我跟大雄坐在那里吃早餐，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大雄对我特别的关照。对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有点问题。贼萌。哎，对我特别关照。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或者什么的话，其实是有再去不去想太多的去投入自己。但我知道 Melody 内心是一个小女孩了，所以我也不希望去给她太多你猜我猜的这些机会啊，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很短，如果在这个这么短时间里面再去掂量自己做了哪些事，对方给了哪些回应的话，其实可能对方只是一个疏忽，或者是完全没有这个性格本身不是这样子时时刻刻给回应的人的话，那我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。我觉得在这个可能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，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的一些我奇怪的创意也好，我能做到的事情也好，我在我舒适圈可能外面一点点的东西也好，我去把它做尽了。我就是蛮想坐他旁边的一个工具箱或者是哆啦 A 梦的。哇，好浪漫。作为我的角度啊，我是觉得只有在他充分的了解了所有人的情况下面，然后我们在最后如果能有下一步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会觉得更加的没有遗憾。